喂，打中翻啦，后面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西甲组联赛，申通联对明辉答案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蓝色衫系明辉答案啦，而黄色衫而家开角球嘅就系申通联啦。一冲埋去，中间有人顶到嘅，但可惜就顶唔中笼啦。咁啊，嚟自申通联嘅攻势啊！之后继续见到嘅都系申通联嘅角球攻势啦，呢次就开短啦，回翻俾佢，传埋去中间禁区顶嘅施射，龙门就扑咗出底线啦。跟住见到呢边蓝衫攞到个波，但系俾人逼甩咗，再传入去，申通联嘅球员都再还传射埋去，今次就俾明辉搭往龙门咧就捞到个波。之后见到都系申通联攻势啊，踩后但俾人破坏咗，分咗远处可能仲好啲。跟住之后一射埋去，龙门又破咗出去啊！后上有申通联球员谂住保中嘅，但系应该个波就已经出咗界嘅啦。见到文飞搭往后场猜波啦，猜咗两脚之后分咗上嚟前边，但系俾黄衫截到，一个直线冲咗埋去禁区里边，即刻再射嘅时候就射高咗啦。之后明辉搭往有球罚球，睇下佢点样处理啦。一射埋去入网，成段精华第一个明辉答案嘅攻势就系嚟自呢个罚球攻势啊，就即刻打开纪录啦！明辉答案领先1-0啊！咁入波嘅就系何培基，喺呢球啦，射埋去，靴过咗人墙入网噶。龙门杀到过去嘅时候，但就唔太见有扑救嘅动作，因为球速真系相当之快啊！之后见到落后一球嘅申通联中间个推进咧困到对手嘅，但呢度都传到俾队友，再射埋去弹柱而出啊！蓝衫即刻解围啦。咁啊，上半场明辉答案领先住1-0啦。咁啊，睇下落后一球嘅申通联会点样做啦。咁啊，明辉答案先开波嘅呢度啦，回翻后全部队友都压过晒半场噶啦，除咗龙门之外，嚟个远射。其实就传波嚟嘅，传到啲伏兵门前嘅队友，再即刻射入笼啦。咁啊，睇多次呢球曾志文嘅入波啦。咁啊，我就以为佢嚟一个远射嘅，其实佢就揾到队友啊，一嚟埋去就俾咗队友再射，个波穿网而出嘅。申通联追成1-1平手。
之後仲有機會擴大紀錄嘅，一球十二碼，點解射埋去彈眉而出啊？有啲可惜啊！如果呢球入咗嘅話咧，之後嘅故事可能就唔同講法啦。但係個波繼續都仲係落喺心通聯腳下，我哋見到右手回埋去你個遠射，就爭緊幾個波位啊！一個界外球抌入嚟咧，食住身位回翻俾佢。回俾禁區第一隊友，會唔會自己嚟啊？搓一搓再射埋去，高出兩個波位左右。攻勢繼續都是心通聯的，但是這裡見到一個反擊埋去，他自己衝入禁區裡面再射埋去，射回去近處波，領先到2比1了。這球都可以說是絕殺來的，因為距離完場時間應該只有一兩分鐘左右而已。姚冠豪的入波，一個長傳埋去，再立下來即刻就射了，射回去近處波2比1領先。仲有幾分鐘，睇下新通聯可唔可以追成平手啦？呢度轉邊，傳咗入禁區裏面，踩定個波，都係俾隊友嚟個高波，就冇啦呢球。睇下球證仲俾唔俾時間？球證唔俾時間啦，吹完場啦。最後明輝答案，絕殺贏2比1啊！冇啦。2019時代足球聯賽兒童足球訓練班現在接受報名，歡迎大家登入我們的網站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、時代足球學校 Facebook 了解詳情，或者可以致電 WhatsApp 601266655查詢。